哎，催什么催啊？才15000，又不是不还，拖两天都不行，有这么急吗？哎，怎么又有人被开了？哎，艾玛，哎，听说你们翻译部都被裁员了，你整天炒股打酱油，你怎么没被裁啊？也许我的翻译能力比较强啊。王总啊，前几天还夸我的法语口音好听呢。哎，会不会他喜欢我？你知道很多人都喜欢我，这种事情很难说的。张莹，啊，你，小秋。哎，对，我记得你又来做临时翻译啊。啊，不是，我有点事情想跟你打听一下。找我打听？你问吧，没有我不知道的。我有点事情想找一下你们王总，不过我听说他回瑞士了。王总，哥哥还是弟弟啊？王立川。哦，总部那儿有紧急的任务，让他回去了。他已经走了。那你有他在瑞士的联系方式吗？没有，就算有，也不能告诉你啊。啊，对了，谢谢你之前一直对我的照顾。这个是我做翻译的时候一个老外送给我的胸针，希望你喜欢。送给我的？你看你这多不好意思，太客气了。哎，对了，你要问总部的电话，你找艾玛，她去过好几次呢。我求求你，可不可以跟我说一下？我是可以给你她的电话，不过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15000，现金，明天。没事吧？对了，肖社长，你能不能借我10000块钱啊？啊？那10000够吗？够了，谢谢你啊。我可能一时半会儿没有那么快还你，可不可以在我以后的工资里扣啊？不着急，等你毕业上班了再还也成。我会尽快还你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我给你写个借条。不用了，我们又不是不认识，不需要这个的，我相信。借条是一定要写的。这个是借条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自己可以应付。那好吧，你要去哪里？我送你啊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走。谢谢你啊。哎，有空跟我联络。你的手机号码还是那个吗？不管发生什么事，要坚强。
道了。我相信他收到了我的留言，可是我从未接到过他的电话。立川就这样突然地来到了我的身边，没过多久又突然地消失了。我和你数到三就一起放手，情愿你看我。Thank you.